我每天吼都那个尿布垫会换，底盘都是一天擦很多次，尽量啊是给它非常非常干净，非常非常舒适。住院一段时间了，能够体会病苦者他最需要的是什么，即便他非常难过，非常痛苦，他也希望他周围的环境是干净一点的。他洗完澡回来，真的那个眼神不一样，也都很放松了啦。那三宝呢？晚上、早上吃，营养剂，然后加椰子油，还有那个什么牛樟汁跟另外一个胶囊。啊，刚刚用牛奶，我就先用水，温水把那个止痒膏调开，再加奶粉下去和，喂它。然后，其实你这个我都没用，因为我觉得它是痛苦的，这个换到人身上也会觉得很痛苦啦。用针筒这样子喂它喝水都还可以，只不过我的药快断掉了，我应该下次去找人设计那个什么角铁。然后再把这个架高，然后喂的时候我不用整个头钻进去，屁股翘高高的，这腰很酸。这个是无线绳，可是它特别的地方就是那一次去浦园佛道院，啊，那些仁波切嘛，啊，喇嘛格西，知不知道这个多宝贵啊？求之不得的东西不一定每个人都拿得到，它这边有一个结，太近会糊掉。这要持多少的咒才能打一个结？哦，有参加显密的都应该会知道，汉传佛教也有啊。我们之前法会有打过结，只是我的右手没感觉，没办法打结。这要念。有时候是念108遍的咒，看是要什么咒，什么经咒才打一个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。然后师姐就跟我讲说：“小蕾，赶快拿去给你妈妈。”但是我选择给了三宝，这个是真的非常珍贵，有钱也买不到的。这个是他们持了多少多少的经咒才会打一个结，很珍贵，非常非常珍贵。给你个小枕头，我帮你盖个被被。那靠着你比较舒服了哈。好好的睡哦。